代長啦，新世代長的趙麗榮小姐啊，歡迎，歡迎，歡迎。可以在现在今天这个那么大的一个盛事，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接下来那个在演艺上的一些计划。那我们都知道你跟过很多很出色的一些演艺界的一些前辈合作，你最想合作的有哪些呢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。有没有说什么的角色你是希望可以挑战？对，挑战一下呢？还是跟自己以往不一样的吧。其实拍电影对我来说，每次在投入到电影的这个拍摄的创作角色的氛围当中，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和尝试，没有局限，特别局限于哪一类。就是每个演员的那个心，就是很想做到的事情，就挑战自己不同的面向。好，那也期待很快可以在不同的作品上看到你的演出。谢谢您，谢谢您的到来，谢谢，唔该晒。哇，跟住落嚟啦，亦都系咧，今日咧我哋好多嘅嘉宾咧，非常想见到噶，就系咧今日我哋有呢个终生成就奖嘅张艺谋。